一听见车声音，一听见人家车声音。啊，こんにちは、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やじゃ、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看着邻居下班回家了，赶快从里边爬出来，去站着跟人家打招呼。我们家这个男邻居不怎么爱说话。哎，这家伙衣服是湿的，是不是衣服？要不像我湿哈，去溜去溜去溜的。要不然你就拱进去水玩，你说再回家换啊，换一会儿还得出来。哎，我真是愁着这小姑娘，玩上瘾了，天天不着家了就想啊、嗯，就想在外边玩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掉啊，什么东西啊？石头啊。这里这么多，这叫什么什么草的呀？哎呀，忘了，妈呀，文明书院忘了。我光想俺家土话叫某某沟，叫什么？叫什么草？叫。哎呀，这叫啥草的？狗尾巴草。叫啥草的？还要啊？那再给，俺土话叫毛毛沟。小时候毛毛沟，这叫什么？是叫狗尾巴草啊？书名语是叫啥草的？还要啊？哎呀，这小姑娘呀哈，真多哈，多不多？多不多？哎呀，这还有啊？还得要啊？哎呦，咋？没有了，过来来。那俩够不着了，妈妈。啊，那还有啊，好，那好，行了，这些就够了。还有人带虫，哎，那，哎呀，怕有蚊子，给这家伙喷了驱蚊水，我还得拿这么个纸被给扇着线，怕蚊子再咬了。行了，那些狗不要了。行了，你有就行了哈。有蚊子，我们这蚊子特别多，咬一口就咬一个大包。你说这家伙就搁家待不住，就愿意出来溜达。你说，不过这傍晚还好点，不怎么晒。你说大中午的我也得搁外边搁上的晒，今天晒的我的脖子都呼呼的疼。哎呀，真是要命了啊！石头。妈。哎。妈。啊，看见小猫啦。看见橘子啦。你得点点头。家里边有橘子，咱回家拿橘子吃吧，好不好？家里边有橘子，我回家给你拿吧，好不好？好就回家，回家妈妈给找，妈妈给拿橘子，好不好？要不要？要就走，回家，回家拿，都回家。那是别人家的橘子，不是黑娜强家的，哈，我们回家拿，家里边有橘子，好不好？好，都回家。怎么了？这一说回家就不回家吗？你都搁这玩疯了，你都搁外边回家。那不爱回家呢，一叫回家就哼哼呢，真成外边野孩子了哈。你都不用回家吗？
都回家，都回家，走了，回家啊！把鱼盖上啊！好，谢谢你，哎，这是好孩子哈、啊！哎，好，都回家。嗯，你给妈妈花盆弄洒了哈。好，都回家吧，走上。我感觉这是猫尿的尿，好像是哈。前一段时间嘛，我们这个墙这边就是有一块这地方就是屎的，这小猫猫尿尿还能尿这么高吗？反正是有股味儿，这肯定不是反潮反的，那还许汪汪的有水，这猫尿的尿干嘛呀？就啊，妈妈吃吃好。就我们对面这个房子那个人讨厌死了，养了那么些猫，这个房子里边全是猫。这到今天我们这周围猫泛滥，尿尿拉屎，在车上睡觉，在人家摩托车上睡觉，在我们院子里边到处溜达。哎呀，拉屎尿尿，那家人家都每家每户都弄的网，弄的那个针，那个带刺儿的那个垫儿放的，电灯，要不然就上车顶。好，来妈妈瞅瞅。肯定是哪个猫尿了一泼尿的这个地方，然后有味道，他们就过来尿。这个小猫它尿尿咋尿啊？站在这个猫上尿啊？用点水冲冲吧，真是讨厌。那什么，妈妈冲冲这里。别吃，妈妈试试。哎呀！你去吧。你丢了乱七八糟的，你又得拿起来啊。啊，空你去哇，空你去，哎，不能下去，有车上来。啊，空你去哇，空你去，快等啊，空你去哇。真棒哈、啊！空你去哇，压下压下啊，空你去哇。看看，快点，空你去哇，空你去哇，空你去哇，啊，空你去哇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あ、こんにちは。あ、こんにちは。回家吧，好不好？这下玩够了吧？行不行？아뒤에셔네아소유카타때문에환대수입하